我建议连着吃的路边烤肉，味道嘎嘎好吃，价格为什么这么高 ？OK， 嗯 ，a little spicy， how much？ 15，15，大鸡翅，大肉串。OK， 卡通卡，哇，有这个。酒店楼下太好吃了，居民区，想吃的直接拍照，给老板看就行。 Hello. I want this. This one. Wow. Okay. Thank you. This 和你两个单词足够。啊哈。 Take away. Take away. Okay. 全部买齐全回酒店空调房间吃，然后基本躺到下午没太阳才出门，很悠闲。一个人吃买了一堆了。 I want to this one. 冰淇淋、冰沙也好吃，来一份，一杯刨冰，还要打二杯叠在一起，惊呆了。看着打了二杯，我还以为还有。合二为一了。哇 ，OK OK， 啊 ，Yes， 啊 ，OK OK， It's OK。 加了好多奶酪，泰国什么都要放奶酪。对，Thank you。外公看，回去喽。外面买回来了，打包饭，这个猪肉的分量比711的多很多呀。这个是60桌，然后这几串是50桌，哇，这个鸡翅好大。这个是25桌，这些水很便宜。 这就是全部的，打包回来在酒店吃，有空调。OK， 开始干饭。坐 PTS 到这个站，然后下来一直走，就是码头了。坐船去 Icosia。这个就是船的线路。N9、N8、N6、N5， 我们要去 N5， 走吧。 去其他地方可以在这买票，告诉他去 N 级就可以了。我们去，我们现在是去对面的那个广场，可以直接买这个接驳船，这个便宜。降价了，之前是10泰铢，现在才8泰铢了。9点到23点。 8泰铢一个人，走啊，走啊。Hello, four people。他要走了，哦，走了。哎，没走，没走，快。这个就是从沙吞码头直接可以坐到对面。8泰铢游没规则，水是黑的，不过晚上来喝很不妙。 对面就是艾康斯，晚上在楼顶星巴克看微风毕业。到了，下船。
to present you the purple man understand that you will know well about Thailand. And of course, we want to represent you all Thainess on our stand. Of course, if you want to support our Thai artists, please don't miss out to come purchase their own products over there that we have the art market and also have free workshop that you can create your art by yourself and bring it back to your home today. And not only the show, we want to present you everything from Thailand that you will know well about Thailand on the stage. นอกจากนั้นแล้วนะคะเรียนเชิญทุกท่านเลยค่ะชื่นชมนะคะกับผลงานศิลปะจากเหล่าบรรดาศิลปินชาวไทยสุดยอดมากๆนะคะสำหรับเยาวชนรุ่นใหม่จริงว้าวใจอีหัวใจว่ามันถูกถ่ายน่ะเยาวชน各位观看我们的泰国表演那邀请各位大家来玩一玩跳一跳和跟他一起说话跟他一起笑在这里了在我们的2024年泰国艺术节 All r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I know
又来水上市场了。哇，大螃蟹。香蕉饼，OK， 看看，Hello， once more， this， 榴莲，啊，你也对，榴莲 ，OK OK， I will go back， OK， 我是榴莲的，可惜我也不咋开得动。啊，他每幅画下面有标题，作家。OK， 又来这个亚洲最漂亮的星巴克了。东南亚。买一杯泰国限定，别的地方没有。And ice. This one alright? Ah, yes. Let you share beer over there. 135. Okay. Okay. 这儿这家是可以调鸡尾酒的。Okay, 咖啡咖。会给你个这个，待会儿叫到我过来拿。叫了，我去取餐了。Hello. Thank you. 限定款，买到了，颜值打五分。哇，好的。哇，可以看湄南河的那个船。不过我觉得这个还是香港的好看，香港维多利亚晚上那个好看。湄南河的夜景，哇，这还躺着。下面那个长得像房子一样的船，好搞笑啊！我们待会儿要坐船去对面。一点都不热，这个时候在曼谷。你们在 M 城看到这个也可以下去，这个下去就是那个水上市场，下去是基层。出了这个商场，然后那个角落里面就是卖那个回沙吞的那个车票，八泰铢一个人，以前是免费的，然后买了之后在这等船就可以了。15分钟差不多一辆船。哇，这个人民币1块钱就让你体验了这个什么游轮夜景，湄南河夜景，人民币1块多。外面走就是那个直接就是 BTS， 下船以后一直跟着走就行了。小孩都在钓鱼，这个是开到11点钟，这个船一直跟着这个走就行了。来的时候在这儿买票，然后这个有指示站牌，直接就是 BTS。 对，我想听一下，但是他们还在调音，还唱得挺好听的。